雄剑法，炎六为求。我不尊。大哥凭什么不尊？皇父是您决定，凭什么替我做决定？定恁老母想出去留一个本事吗？咱无将府中有哪一个是废物？哪是无将改的男子？你做好小妹就好。哼，咱认定做够的，女人也可以。可以什么？你想做什么？一日一牛，结拜江湖所谓刀剑门派，成为江湖第一剑。无将父母欠这种欺凌。那我就抛却无用之命，交我甲爹咯。青梅这场，以前领地如是，如今胜杀一同。老鬼侠，难道真是如你所说？是冥冥中自有定数。青梅烟柳为求，求安雄体总是减三分力度，怎你不改？这招不是青梅。提十几名小小白贼，幽灵证明自己什么呢？王小妹，小姑娘，请问你可认识名唤魔术星的女人？为何最近这么多人来找魔女剑呢？有这么多人吗？听阮家小弟讲，无偌久之前，有名身着白袖的公子前来探问，找这么急，是不是魔女剑出了什么事情？看来这个人也不敌小妹意识。无，伊无事。事实上，我是伊家中的大哥。小妹行踪飘忽，这一次我是特别出门随顺伊的行踪。啊，你就是如杰讲的天下无敌的烟雾剑客。这是伊讲的。对啊，喂喂，大家紧过来，紧过来，魔女剑的大哥来了，大家紧啊！小姑娘，你这是做什么？烟雾剑客，多谢你，多谢你！啊，谢我，谢什么？阮这个村落就叫魔术村。专因魔女剑赐阮，阮才有一片土地当居住。如剑曾经讲，因有剑客名满天下，天干地恶，嘛是一名大英雄。虽然这是真久以前的代志了，但是大家拢记在心肝内呢。恁能顾得我小妹事情吗？好啊好啊，因有剑客来阮家啦。喂喂，你想独占么？当然嘛是来阮家。来啦，来嘛！阮家吼大金阿个舒适，卖差咯！恁以为人甲恁同款哦，逐工用用。魔女剑以前照代是阮家隔壁，恁想比我更了解魔女剑呢？烟雾剑客，请随我来吧。慢安尼叫我，听了慢叫，叫老大哥就好。是老大哥，这边请。
老大哥啊，方才讲的就是无路夹为阮做的事情。到了到了，迄一间啊，就是无路夹伫阮庄头住的所在。这么久了，阮不曾动过内中的物件。我想，也是留一点仔时间，让老大哥自己进入看卖吧。多谢。